文不如一介，春风公子果然气宣啊。不如你们一起上吧。徐主没遇见值得一战的对手了。小子，你选一种死法吧。我选择把你杀死。现在可以把红莲果给我了吧？首先将你收完，便是武王境的精神力也该消融殆尽了。当然可以。